臣妹安和，臣沈燕拜见太子，赶紧起来，谢太子。二位安然无恙，孤的这颗心呢，总算是落下了。宣旨吧，安和公主刘伶，金陵卫北点正司指挥使沈燕接旨。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以古宵小狼子野心，罔顾大魏安和之美意，其心当诛。幸安和公主贞烈贤达，阵前不惧，方不如我大魏天威。令金陵卫指挥使沈燕，忠肝义胆，于敌阵之中，取回我大魏失窃之库银。 护佑公主安然归来，使功不可没。列女忠臣天造地设，为成佳人之美，特将安和公主许配与指挥使沈燕为妻。望你二人举案齐眉，成就千古佳话。钦此。谢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 接旨吧。这赐婚的旨意怎么来得这么快？父皇说过，这趟和亲呢，堂妹受了不少的苦，这道赐婚的旨意，不知道堂妹是否满意啊？举案齐眉，成就千古佳话，臣妹十分满意。 简直像做梦一样。<笑>你这丫头，从来不知道收礼。婚礼的事啊，已着于礼部和钦天监协理。父皇嘱咐过，要与公主出嫁最高的礼仪来办，让你风风光光的嫁给沈燕。这一来嘛，也是冲冲喜气，安慰我大魏之民心；这二来，也有父皇和姑的一点小私心。 要祝贺二人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谢圣上隆恩，谢殿下隆恩。好了，堂妹啊，你就在宫中备驾吧。婚礼的筹备和礼部的事情，徐女官会亲自为你打理。你先下去吧。臣妹告退。 爱情。